从来没想到还没有十岁竟然会提早面对死亡。我上有深深，干嘛问得要死，去撞到这人啊。哦，对不起，孩子没有了。生命在此旅行，人不乐观就是悲观，对不对？总可以悲观的，一定要乐观。我记初恋也很痛哎。哎呀，你在大庭广众下开诚布公嘛？很多突破跟挑战，比方说我要喝得很醉啊，然后真的是发酒疯啊，然后还要边唱歌，而且是现场真的唱歌。然后那时候我们里面有一场戏，就是要我扛那个瓦斯桶。对，但是他们其实原本担心我扛不动，就殊不知我一下就把拉到楼上。那我每天打卡幸福迟到，母公司觉得我在跟他唱反，这问题严重。我说我真的是在拍戏，没有人相信，哪里没看到这部戏没有啊？直到今天这一刻，公司才相信哦，你真的拍了一部戏叫《幸福迟到》，我差点被封杀。您觉得比较好？我觉得恰恰巧。怎么说？因为恰巧很简单嘛，一个进。一个就要退了嘛，这就是夫妻相处之道。你们比较符合，我觉得就三个字搞定了，佛跳墙。拍手啊！很好奇，因为食材很多，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会放出现很多的火花，可是呢，你要把全部放在一个屋子里面，一个瓮里面，它其实是要时间的酝酿，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觉得一个好滋味。先进广告可以吗？啊，先进广告。